战神，滚，滚！啊啊！多谢战神不杀之恩。虽然没有神农鼎，女娲是能代替神农鼎在此镇压，可神农鼎没法代替女娲石成为你的心啊，更不能为你带去生机。我被镇压在此，至少能活命，可你必死无疑。雷息，神尊，神尊，你胆子小，与仲瑶待在这儿，定是怕极了。我不怕，我一点都不怕。神尊。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凉啊？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我刚刚没事，我调息一下就可以了。你要在这里再多等我一阵子。我等你。记得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信你。我走了。神尊，你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，啊！神尊，你还要记得按时服药，不要再让寒疾复发了。十三他粗心得很，你一定要记得叮嘱他，常燃无尽木。我等你。霍州，你这个笨蛋，为何不杀了他？长幽。他说什么？他在骂你笨蛋。笨蛋，哼，让他骂吧，反正我也听不见。战神，
感恩神尊，先前锁妖塔因何异动？除因妄想突破封印，已被本尊镇压，无需惶恐。封门。是。是师兄，你怎么样了？为何你的本源生机在溃散？回去再说。神尊为何如此虚弱？他是不是寒疾又犯了？因为九臣快要死了。神尊是一品正神，上神之尊，好端端的怎么会死啊？他体内的精气正在一点一点的溃散流失，这足以要了他的命啊。你不知道吧，刚才他背着你吐了一口血，那口血正是他的心脉精血。不行，他妄动神农鼎，不得不挖出他赖以保命的女娲石心置于阵眼，这样才能继续镇压主阴。没了这颗石心，要不了数日，他便会耗尽生机而死。你胡说！小丫头，你很喜欢他吗？怎么样？想不想救他？在这世上，除了女娲石心，还有一样东西可以保他性命。这东西在我手里。这是火晶，火神祝融自胎里带来的万火真元。有了此物，不但能代替女娲石心为他提供生机，而且还能彻底根治他的寒疾。这可是六界难寻的宝贝呀，本座只要你的二十，换不换？你的火晶真能医好神尊的身体吗？什么？换！你可别后悔，一旦开始，你再也听不到声音半分，你的世界将会是一片沉寂。只要能医好神尊的身体，我什么都愿意。这天地间除了魔君，还有谁能伤你至此？师兄，你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还是不肯告诉我？